么选一下？可以一下你的手指给摇摇的。我정말그저는뭐이이 ETF 일까요뭐그런거를표현하려고한게아니라지금어이렇게가르치고있는거죠네他说我并不是 ETF 啊，然后只是用手指摇，对，谢谢，感谢大家，不好意思。